在这排队排一个多小时，动也动散架子了。在这儿卖食品的还挺挣钱啊。来一帮人啊。是散场了吗？这么快就散场了？有的。这么大瘾啊，到底玩儿。正大瘾呢，那边有两个横穿马路的妹妹。众生相。那边在插包，让那个女人把那个包打开，她拿手电筒往里照，看看里面有没有违禁品啥的，有没有危险物品。人们都逐渐散去了，现在有的进去了，有的出来了，有的走了，呵呵，有自己走的，有跟别人走的。有的好像都没进去就准备走了，有的。那个妹妹是个混血儿，好像是一个，是亚洲人跟白人的混血。这是 Uber， 啊，他们叫了一个 Uber。走了，那个 Uber 没拉他们，没谈成，可能是。没有谈成。没几个人了，门口。现在来的话，可能不需要怎么排大队了。基本上，人该进都进去了，该走都走了。这是他们的车，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越野车，里面放着不少备料。这边有一个加长的车，这种白色的像个大鱼一样的，这个是叫加长的林肯，叫什么呀？这种车可以在里睡觉了，轻松的在里睡觉。这种车转拐弯的时候可能不好拐啊，车身太长。这边是散场了吗？还是怎么着？除了一些人，这个应酬会好像是一些华人在管理。我发现应该是华人开的，我猜啊，生意不错，工作人员有好多都是华人，亚裔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华人，但是肯定是亚裔的。你看他那个种族特征，就是亚洲东亚人。
他这现在弄那个面包呢，他刚才从车里把这个面包和火腿肠都拿出来热呢。哎，他热这么多，有人吃吗？有人订吗？现在门口没有什么人排队了，他还热这么多面包自己吃喝，他可能自己吃吧。也不容易啊，挣点钱，大半夜的在外边这样的不停的忙。这边他是弄一个小鬼这样的，跟这个万圣节的这个氛围比较搭，弄一个小鬼搁在这儿。他把这么多东西拉来一次能来了吗？折叠着也差不多，都是折叠桌，差不多。这可是消耗热量啊，锻炼身体啊。或者他在做备料，对吧？他趁着现在没有什么顾客，他在准备原料吗？这把差不多了。没什么人了，啊，他在做这个汉堡啊，他把这个面包夹上火腿肠，但是他做完之后不是凉了吗？他怎么加热呢？没有人订他这汉堡啊，他做了大约四个汉堡。那他怎么保温呢？哦，那两个人要可能是，那一男女要好像是，等着排队等着呢。我知道了，对对对，有人等着。是，他拿这个锡箔纸把它包上。对，是有人要。拿这个锡箔纸一卷，然后就给那个顾客。这边可能要完事儿了，但都是亚裔的工作人员，是吧？亚裔的，我猜应该是中国人开的。几点了？现在12:51，快到凌晨一点了啊！所以这边经过考察呢，这边夜总会差不多是到凌晨一点啊才开始关门，就是没有人排队了。到凌晨一点差不多，这边还在快马加鞭在做新的快餐卷饼。然后他这个车里边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仓库，随时到这里边取东西。
福特啊，是一个福特探险者，不是 XP X 不是 Explorer Expedition Expedition 是加速的意思吧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远征吗？ Expedition 是远征的意思吗？有可能是远征的意思，可能是远征的意思，大体就这样了，就算结束了这样的。这个女士在这怪叫呢，兴奋了，她年龄也不小了，这个女士得有四五十岁了吧，带着一个英国人的这个面纱这种的，学布谷鸟叫呢。这黑妹这个辫子真长，差不多了，就是这样了。大约是坚持到凌晨一点啊，这边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，就是这个小哥，这个做快餐的小哥在不停的忙碌啊，做各种饼，各种饼，各种什么三明治之类的啊。这边是人们是出来了吗？他这个是到几点结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几点结束。过来一个牛头，有个扮鬼的牛头，有的人往外走了。开始有人离开了，不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娱乐方式。其实没意思，我不太喜欢老美这种娱乐方式、啊、有什么意思，排大半天队然后进去了就又溜出来是吧，我觉得好像没啥意思，觉得是吧，然后大家在一起就聊天，受不了这种文化差异吧，他们可能小的时候就喜欢这种方式啊，这种文化差异应该是。看来挺高兴他们。不知道他们这个笑点来自哪里啊，就是这样大家一起聊天就觉得很嗨吗？我不太理解啊，不太习惯这种方式，我跟别人聊天好像感觉不到这么嗨呢。这个哥们是在路上玩滑板，左手拿一个易拉罐，大半夜的在这玩滑板，然后人们有的就离开了，走了，排了大半天，然后进去待一会儿就走了，撤退了，凌晨一点多。到里边大家交换一下病毒，
就走了。就是这个卖快餐这个小哥他们挣不少钱啊。这是叫刚性需求啊，人们要吃东西啊，餐饮在什么时候都得吃，尤其是在这个半夜的时候，他不到这儿来买，到哪儿买呢？除非去一些小的商店买那种凉面包，买凉面包，小商店。这边已经散去了，这边已经人们就离开了，散场了。凌晨一点多，没意思，有意思吗？谁喜欢这样的方式？谁喜欢这样的娱乐方式？我是不喜欢。华人可能还是更喜欢年轻人在一起吃一顿，我觉得，对吧？就包括以前传统的中国的那种餐班舞，其实也还可以。有点闹吵，但是也还可以。还有穿背心的呢，不怕冷啊。这边来一大堆人，一大堆老外啊。凌晨一点钟，一大堆老外走过来了。他们倒是都戴着口罩，也有亚裔的。这是老美这边的夜生活啊。啊，他们去排队了，他们是来这个夜总会的。凌晨一点啊，可乐、雪碧、水瓶装水。额外的酸奶油奶酪，然后还有 taco 是那种卷饼哈、啊，中美洲的卷饼哈、啊，中美洲的卷饼，一点钟吧，我看看啊，我看看时间。一点啊，正好凌晨一点啊，凌晨一点还有来排队的呢。11月1号凌晨一点，11月1号凌晨一点，还有来排队的。他是给人们手上粘一个圈，给进去的人手里粘一个环，可能做一个标志吧。先看一下他的 ID， 证明他是成年人之后，然后去给他手上弄一个环，在这个手腕上套一个环，证明他已经经过，就是说他手上啊，摸身上，摸摸身上有没有凶器什么的。看看 ID， 对，看看他的身份证，证明他是成年人，对，证明他成年之后呢，然后在那个手上套一个环，这样的他再出来的时候呢就有标记了嘛，他出来之后还可以再进啊什么的，对，啊，又有排队的，
然后这边他们是不是手上带着环出来的？要带着环出来的话，就可以再进。他跟他商量，你要再花60美元就怎么怎么地。他们走了，不排了，可能临时涨价吧，可能是，不知道了。反正有一句刚才说什么 $60， 60美元。把他们吓跑了，这就有点宰客了，有点。那个也走了。这个时候已经涉及不到排队了，那个女人一听也走了，好像是。这时候为什么抽人多收60美元呢？没有道理啊，没有道理啊。这几个美眉横穿马路，好像就穿着睡衣一样啊，这肯定冷啊，这天。他们在玩自拍，他们在啊，没有，互相在单独的拍。现在看就是卖快餐这个地方生意不错，大家觉得这个还是最需要这个啊，这个是硬通货啊，这么多火腿肠，哇、哦、得有20-30根，他这得挣不少钱啊，这边挣的都是美元呀，他得挣不少。哇，这个衣服穿的一身皮衣服，好像这边人们要排队取餐呀。他的生意不错，他这挣着钱了，也给社会提供服务啊，让这些年轻人有东西，有地方，有东西吃啊，要不然这大半夜的到哪吃东西去，饿了。这生意兴隆啊。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不错。